爱美是人的天性，随着社会进步，交流的机会增加，注重自己外表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许多爱美人士为了节省化妆、卸妆时间，选择时下相当流行的纹绣。这项技术修饰出长时间不褪色的眉形、眼形、唇形，以强化局部，提升整体美感。美妆行业的口碑式人物 Apple 美学创办人蓝玉芳老师，在美容事业有20年以上的资历，纹绣技术精良出众，在业界享誉盛名。因为现在的人都非常的忙碌，那再来就是眉毛稀疏、空洞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在技术上，他画眉可能画到高低粗细不一，所以我就非常建议来做这个半永久妆。因为我创立的轻色无框定妆眉，它做出来感觉就是画的。画出来感觉，然后就像眉粉刷过一样，而且它没有尴尬期，就是可以立即出门上班，对，不影响他的任何生活。除此之外，我这几年改了非常多的眉毛。那传统的纹眉，它会有蓝眉的问题，还有红眉的问题。那经过我的轻色无框定妆眉来做打造，他们非常的满意，而且增加他的自信心，还有外表上的美丽。对，我希望呢，接下来可以帮助更多有需求的客户们达到他的美丽与自信。蓝玉芳老师凭借着出众的能力与形象，顺利成为年薪百万、管理10家店面的高阶主管。为追求更高的人生成就，蓝玉芳老师决定放下职场光环，脱离舒适圈，在美容、媒体、新娘秘书、整体造型等领域不断精进，打造自己的品牌与店面，成立了神秀天使品牌，持续帮助客户实现变美的梦想。我本身从事美容行业已经20多年，那在各领域的美学技术都是非常的成熟。之所以我会选择纹绣行业作为我的主轴，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市场的规模及需求，甚至没有传统纹绣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非常精简地进行创业，这不仅成就了我自己，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蓝玉芳老师不仅一手创办了纹绣天使国际学院，成为了巴黎时尚国际纹眉艺术学院的总监，更是身经百战，成了美妆界的大师，斩获了 OMC 美容美发世界协会台湾总会台湾证书，2018年台湾世界杯发型美容美睫美甲纹绣国际比赛世界雕眉塑唇名师组第一名等极具分量的美妆界奖项，也在许多国际比赛中夺冠，并担任评审老师，像是曾任韩国釜山美容美发世界大赛评审、2019台北国际造型艺术节潮技美颜大赏裁判长等，获台北市政府感谢状等多项傲人的辉煌成就。纹绣是我美学的延伸，那我不仅在台湾、中国、韩国这技术上的一个学习，而且游走了10几个国家，然后对这个我们五官脸型之研究，所以呢，我独门创立了我自己的技术，就是轻色无框定妆眉。它不仅时尚，而且自然，更是有灵魂的一对眉毛。蓝玉芳老师的服务项目包含独到技术轻奢无框定妆眉、封发增发术，同时致力于开班授课，凭借丰富实战专业经验，收获良好的成效，吸引知名媒体如雅虎新闻、新浪新闻、 Light Today 等网络新闻争相报道。开展一对一教学活动的消息点燃了美业圈，令得不少崇尚投入美业的人兴奋不已，纷纷报名。我本身是财经系毕业，在我选择纹绣当作我的创业过程中，我评估过了许多老师的作品，最终选择了玉芳老师当作我的指导老师。这是因为他的作品非常的时尚、自然又前端，在经过他一天的教导，我在第二天就能自行操作。我觉得玉芳老师的技术很精湛，可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并且客人也愿意推荐更多的客户给我，所以我觉得玉芳老师是这个业界很顶尖的老师。对教学充满热忱的蓝玉芳老师，不仅熟练地掌握了众多的前沿美妆技术，更是借助课堂积极推广，不吝将多年实战经验传承给后辈，更鼓励他们勇敢投入美学行业，积极追梦。
在纹绣这个领域，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具备，就是第一点，那我们要精益求精，然后有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概念，要持续努力下去。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纹绣的专业度，还有服务的热忱。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海内外这么多的奖项，以及许多单位的认可。因为呢，以上这几点我都做到了。蓝玉芳不断地突破自我，在技术上追求精中求精，进而成立自有品牌，更在各大赛事中担任重要角色及传授专业技术。未来她将不断提升自我，持续学习，在美的事业继续发光发热。网络科技的便利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透过平台与世界接轨，精通多国语言俨然成为不可或缺的沟通关键能力。拥有35年教育学习经验的巨匠集团，整合科技与办学的丰富能量与资源，推出巨匠线上真人教学，固化多国语言的云端服务，结合网络科技、跨行动载具及线上老师互动的专业技术，打造随时随地都可以有效率、有系统学习的线上平台。针对台湾的学员呢，我们规划了美日西韩法语的双语老师以及外籍老师。那双语老师呢，协助零基础的学员去缩短他适应的时间，然后也增强他的信心。至于中级高级的同学，其实就可以直接面对外籍老师去做更进阶的学习。我们的师资阵容庞大，严选美加英澳的外籍老师以及双语老师，排除东欧及东南亚口音。我们的老师具有相关的学历、海外求学工作的经验、教学证照以及商务环境背景等，非常的全面多元。上课前我们还有线上的电子教材，学员可以先去做预习。那课程的过程当中，如果学员遇到问题哦，我们都还有技服的团队可以线上及时处理学员的问题。那比较棒的是啊，我们上课老师会全程帮同学做录影，那上完课之后，同学如果有想要复习，可以不断的去听听听看老师讲的，可能印象也会比较深刻。那最重要的是啊，还有贴心的像我们这样的顾问，一路陪着学员哦，解决一路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学员都觉得说，在家里面打开电脑或者是用手机上课，变成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事情。从暖身、课程重点介绍、教学呈现、练习、验收、评鉴、应用，让您上完马上会用也会说，而且弹性十足，当天前5分钟都还可以选课划位，只要有网络，整个城市都是外语教室。Hello, my name is Charlene. I'm a system engineer of an IC design house. I've been attending Zhejiang Online classes for 9 months. 会选择线上课程，我觉得教材内容跟上课的效率非常重要。我觉得他们的线上教室系统做得非常的好，甚至我在跟欧洲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惊讶我的英文程度居然进步得这么迅速。进入到日本这个场域，是因为我在某一次研讨会当中发现日本人在这个半导体业界是非常举足轻重，那也就引起我对日文的兴趣。那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当今日本这堂课，其实对我就是吸引力蛮大的，因为虽然我们在日本生活了1年的时间，那也接触过不少日本客户，但实际上只能用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对话当中，要再更深入一点了解日本的文化，或者是日本人习惯用语等等一些专有名词、商业用语，都是还不够。所以我对这堂课非常的有兴趣，它也对我帮助很大。对公司来说，有这个日文能力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巨匠线上真人课程着重在依照学员程度作为课程规划的优先考量，透过专业线上技术服务，及时排除设备临时状况，搭配亲切客服人员协助操作，包含排课问题，学员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老师进行主题课程学习，循序渐进，便能取得优质的学习成果。巨匠集团特别严聘剑桥大学专业讲师，
引进全台唯一的 WIPIA 教学法，着重在验收以及实际运用，帮助同学呢在课堂中不只学习到语言技巧，更在课程结束后能够直接应用在生活中甚至商业环境中，让学习更加有成效，有全方位的语言能力。老师必须要具备让学员主动发挥的能力，引导学员开口，把学员的学习成就放在第一顺位。巨匠线上真人平台有儿童美语系列，针对15岁以下孩子量身打造，不用出国也能享受浸润式学习环境，亲切引导加有系统的分级，让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听说读写样样通，赢在起跑点。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相信大家对于线上的学习方式都不会太陌生。那么我们如何透过线上的资源评估这样的学习管道适不适合自己呢？线上真人的体验课程不仅仅提供视读的服务，还会由各语系专业的老师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提供给学员一份完整的学习建议报告，让学员很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及未来的语言学习方向怎么去做设定。最后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课程顾问针对学员的程度、目标以及预算等等的综合需求，帮学员客制化量身定做一套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课程。要提升自我价值与竞争力，除了本身的专业能力，优质的外语能力是必备条件。巨匠线上真人平台从儿童到成人均有全方位课程规划与优异的教学品质，配合时下流行的线上直播教学模式，将台湾培育外语人才的卓越实力让世界都看见。随着时代趋势，不论是学界或是商界，世界地球村的情况已更加确立。许多国家为了提升学子的竞争力，甚至将英文教育的年龄不断降低。由此可见语言能力的重要性。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罗杰英文团队深知，帮助孩子学习英文最重要的关键是让孩子找回学习英文的热忱，因此以精致小班制的教学模式帮助孩子有效学习，不仅让考取国立大学的录取率达到70%，也协助许多高中同学在多益考试中获得800分以上的佳绩，更在学生家长间获得好口碑，让罗杰英文被誉为英文资优生摇篮的教学机构。罗杰英文的创办理念是希望说建立了很好的优质学习平台给台湾的国高中生。那我们创办16人精致的教育的小班这种方式，是希望透过老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让孩子呢可以在兼顾竞争力以及在学习英文的乐趣上，然后呢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让孩子的学业上得到加成的效果，然后家长也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罗杰英文。在罗杰英文团队多年来的观察下，觉得借由懂得因材施教的专业教学团队及老师的带领，能帮助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学习环境。精致小班的教学模式更能让老师成为孩子的朋友，有效地提升孩子英文能力与学习成绩。我们主要呢是强调国高中一贯的课程，那优秀的学生像是有录取国民大学医学系的同学，或是有录取师大附中资讯科学班的同学。今年也比较特别，有位同学啊，他是录取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那他们也都很优秀。那有时候啊，有些部分同学他们在段考的时候会有难免挫折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就帮他们加强辅导，像是他们如果段考成绩啊阅读的部分比较弱，我们就会用我们这边的自编教材，我们的课内卷都是自己编的，那利用这样的题目帮他们加强段考的练习。那许多的同学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辅导，然后再借由国中部到高中部一路升上来的学习过程，让他们在段考的时候或是面临到学测的时候可以比较不会紧张，然后可以进而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罗杰英文团队除以严谨的学习要求，希望国中高中不同阶段的孩子在校园学习进度之外，能额外提升单字背诵量并考取相关检定，更时常举办各式的交流活动，如圣诞节活动、鸡蛋烤肉活动等，让孩子在轻松的学习环境拥有更好的学习力。
那为什么会选择逻辑英文来补习呢？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上课很幽默风趣，那另外一方面是老师帮我们的基础打得很好。那老师这种上课模式让我可以养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读书模式，那也因为这种学习模式让我今年真的受益匪浅，也因此顺利考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真的很感谢老师的栽培。罗杰英文会提供一些课内或课外的模考题，让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来练习，然后增进自己的能力。然后罗杰英文因为才小班制，所以这里环境很安静，而且老师上课时会补充一些文法观念，让我们在做题目时可以更厘清自己的答案方向。我觉得罗杰老师他非常的用心，就是他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学生，那这点我是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还有就是这边的讲义都是由老师亲自编制的，那相较于外面的大型补习班，这边更能贴近学生的思想。罗杰老师呢，他教学热情幽默，然后呢对孩子真的非常的好。那柜台的人员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孩子如果有来上课，那他基本上会让我们知道孩子出缺勤的状况，所以我这个觉得也很棒。然后最重要的是老师会鼓励孩子们，然后诱导孩子们去参加各种英文检定，那我这是我相信罗杰老师最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孩子在这里学习对我们家长来讲非常的放心，有老师小班带领，提供孩子适性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模式。罗杰英文也很重视教学服务的品质，积极鼓励团队人员参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广的 TTQS 人才发展品质管理系统课程。我们是很鼓励这个团队的人员去取得 TTQS 证照，那它是作为一个内部人力训练的一个评核标准。那就是借由取得这个证照，可以让团队了解训练的管理回圈，对，那就进而让罗杰英文可以建立很稳定的人力的训练品质。罗杰英文希望能鼓励到更多认真学习的孩子，因此与国立高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合作，提供在学学生平安力学奖助学金，希望能帮助家境清寒的大学生，鼓励他们继续不断的学习与成长。国中开始是英文能力培养的决胜点，罗杰英文在台湾深耕英文教育多年，为孩子用心规划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式，致力营造让孩子在欢乐轻松适才的学习环境下培养英文能力，赢在决胜起跑点，同时期望能够带动小班教学精致教育的英文培训方式，让台湾英文能力水平提升到国际水准，让世界都看见。邵琦双博士，一个将三十年青春投入医学研究的前台大医师，曾在多个高端产业拼搏，偶然在急诊室值班使用活性炭洗胃，运用植物炭纤维能阻截药品的原理，从而推敲出将液体固化有效简易饮食消化吸收而加速排出伤身抑制胖物质的方法。不枉费多年的医药背景，用自己独到的眼光与实力，创造全球专利的萨卡热量科学减重解酒排毒系列产品，走出不凡的人生。其实我从小就立志当一个能够助人的医师，然后也希望在这个历史上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成就。在进入台湾大学医学院之后，的确学习到了急诊重症疼痛麻醉这些可以帮助病人的专业技术，可是还是有限。于是我投入了中西医药研究的领域，终于发明了这个可以帮助更多人的专利。新博士的求学路上不断取学于多家知名大学，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陆续取得麻醉科医师、检验师、放射诊断医师及针灸医师证照，得到证照达人及发明学霸的美称。但他除了仍费心坚守在以救急为本的医疗体系，并积极投入钻研养生保健产业，不但取得了中医中药双博士与医学工程硕士学位，最终得以萨卡专利为根基，研发出酒神增加酒量专利系列产品。吃不胖喝不醉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由于现代人工食品与饮食习惯，让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我以简单的物理固化原理，使用木质纤维作为原料，就能运用
水来吐咽的方式，让进入胃肠道的食物饮料减少消化吸收，达到酒肉穿肠过的功效。在现今富足的社会，过度饮食成了常见的现象，久而久之累积成健康问题，疗愈的美食瞬间成了负担。运用萨卡专利方法所研发成功的维纳斯与酒神系列产品，利用药食两用的天然木质膳食纤维，优化善用其保水吸水的特质，紧紧抓住多余物质排出体外，再消化到建构身体内部强而有力的第一道防线。市面上一般生技产品作用的方式是生物化学基转，减肥方式必须少吃少喝，我们的专利产品是简单的物理固化作用，一样可以照吃照喝，而且作用部位在上消化道，可以有效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保护效果更好。此外，因为是物理作用，所有溶于水的有害物质都有一定的效果。目前10公克的产品就能够减低大约一碗饭的消化吸收。为了让人不必忌口，就能享受解酒排毒，新博士投入的精力更胜于前。别于过往一般生理化学作用的产品，推出运用萨卡专利物理方法的 My God 增加酒量喝不醉与 Venus 控制体重吃不胖专利系列产品。除了对产品自我要求极高，积极参与各项认证，将效果及数据公开透明的呈现，也坚守人逆己逆的精神，一肩揽下守护全民健康福祉的任务。不论过程多曲折，他坚定，他相信终能造就完美。在寻找食品级的天然原料过程中，大约花了5年时间，我们团队才从中医西医各种成分原料精选出2种药食两用的有效成分。此外，为了优化产品，我们团队运用专利方式大幅提高了吸水率、保水率的功效，最后终于研发成功。新博士会诊多年来心无旁骛投入萨卡专利产品研发的历程，整理成一套逻辑缜密的减重秘籍，针对易胖、易醉等5大领域对症下药，更接受卓越杂志的专访，成为带领医疗版图创新的领头羊之一。强大的发明专利引起国际高度注意，陆续获得2012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生医金牌、2013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食品金牌及医学银牌等，在瑞士日内瓦、德国纽伦堡及中国昆山国际发明奖中也大放异彩，成为全球5大发明奖保健食品大满贯。这些现有的辉煌背后，有着新博士对世界的期盼及普世关怀的开阔眼光。大家都知道，现在文明病都是因为吃喝太多、不当饮食，可是饮食男女是人生的生活乐趣，少吃少喝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萨卡专利产品能够让使用者不用改变饮食习惯，就能够降低避免过量饮食的伤害。未来更期望能够研发出吃不胖、喝不醉、糖不高、毒不倒、胃不酸的全方位产品，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健康不用失而复得，苗条不用汲汲营营。新博士的突破性发明专利，让人们能尽情展现靓丽外在，更能享受自在畅饮的乐趣。纵观未来健康食品趋势，他下定决心将专利精妙运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帮助人们养出最好的体态，稳定乐活的生活品质，以一己之力度万人之需，奋力一跃，成就大健康时代的双赢局面。